真正哦，注重是注重心灵国家，无对是啦，袂当是哦。所以咱每件讲，咱处于什么所在，咱无当是，只是看那个电视，有迄个无，这个较重要啊，这个较重要。所以，因为文言表现，文言表现呢，还是以思考所在的话，作为文言表现，这是以哦来教人生，教人生文言表现，作为思考文言表现，以教人生。就是拢爱做啥？做啥？袂使不做啥物件，哦，无做啥物件，你就无当的。无做啥物件，你无当的。因为文，啊，学文一点点，学文会当知影。哦，过去历代圣人、历代佛菩萨，将伊修行的心得，拢写得真经典。来讲。不老经典，那些都重视。哦，东北东老的经典啊，以地地研究五条万物之事，要让咱知影是研究了这个五条万物之事。好清楚，这个五条万物是按照哪来？按照循环底下来，往下进来。啊，那么行呢？地地一点行。咱知影了，咱就来做；人知唔做，那滴滴的也点点滴的啊，建筑和天伦这种事干，滴滴咱就会来做。安怎做？有就安怎循环，咱就安怎做。哦，阿袂互咱呢，真正好些东西，不做。世间有啥东西？少年的、中年的、老年的，所以看宇宙的循环，看万物的生长，咱就了解。哦，孔子一日讲出话讲，需要无欲无言，是嘛？我请问讲，应该如何？诸侯干部跟他说：“诸欲无言，则消诸侯数量。”但数理人讲话，要管起别人做的。是吧？天道人才是什么呀？要分析。你当看天啊，天在讲的无，数时啊都能转，春来秋冬的乱地呗。这不行的，这万物的生长甲埋物乱地呗，也乱地啊。哦，诸侯来讲，三大人了解，第三个了解，这个万物的物件。用呢，真心的，啊，真心的，一定一滴用，当然尽量的心的，达到用的这个境界，啊，这心开心，这就是尽量的心性，尽量的心性来开心，以心啊为教，用心来进行来做，啊。这个心呢，为人处事啊，为人处事，心性的气，这人是人不亡，一切人不亡。我讲了好几个，我等所有的心里拢搞糊涂。我来讲，你这两句话不一定搞错，做心里的事。生生世世做事，实实在在做来。只要你听我这个，你咱家爹爹妈妈来，哦，不想帮自己无用，啊，生生世世做事，啊，实实在在做来。所以，爱来以善为教，这是孔子以文言表现。从这四义来教育的做，
从现实来带来帮助啊。所以，以用小书做书来用，先修炼这个心，这个心小功啊，啊，两个，这个心啊，这个难，这个难的天啊，啊，这个难是，这个难是。这哪里看？哦，我们从那两句恭维，念到心切啊，心那小点，标起小事，心小点。诸位人做波书，为国国切，因为标起国切，不平衡家啊，不灵国家，要以心为国切啊，切叫平衡。要亲情、恭维，第三个信念，啊，那么，啊，对外口、对国家、对大众，未使无掉，未使无掉，啊，你若无掉，咱做人无会，无信做人无会，清楚人，清退不住己，清楚人。清清体会空无主的这个意思，所以专心一个，专注一些很容易干的，伊就是拢讲的干的，专心一个，其实咱修行，咱来专心来体验的，啊，一个，咱袂转去，拢这个物件咱做唔到。专心地落了后，你自自然然，一笔画出来，那个心怀就是你感冒啊。所以清楚呢，你是专心地落啊，体力无病，是的。伊伫这个心理内面，不该看出来，不该看，啊，无是方便，伊就得着，伊就得着得。得哦，修来得一卦啊，辅助一管几个啊，几得着辅助一管几的几个啊，几力无边，几得辅助一管几个，你看那几个字，修到这境界，有心得晓得，那么做起来就来，参谋我都一定管住。别人听无，别人听。迄个心的境界无到遐，控不住呢。从这个眼睛不控了后，伊从这个道本来就是要传统主讲，因为主讲无量，有声望，人可言道。我到做人，不只是要传统主讲，伊嘛有人讲，需要啊。你一无多法，你几教我啊？主公要讲前面不用，是吧？不用无一力关系，但是主公我们家老师在讲一力关系在上面。你看前主公参谋我都一力关系，前主公为老师关系。做出文理本外，当老师处理了，直接地主底下那个底下上课，你讲，差什么老师在讲啊？建筑啊，不注意到雕塑技艺，不注意到咱老师的文风爱雕个事情，真厉害，做不好。不注意穿都是本外，做空是底下。还转化为德基哦，啊，所以建筑它第五组的关系，啊，建筑第五组的关系循环，站立建啊，站立建天主起，一站立，
正正经主持，啊，主公叫你讲便宜哦，来，赶紧出发。我今日讲，啊，因时经讲，时运正正经经，如临前面，如履薄冰。我今日到这个时阵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正正经经，如临前面，如履薄冰。所以，以正经主持。你讲以正经主持，临边地薄主变，临边正经主持，讲伊伫社会咧做人，就不时阵拢安尼足谨慎、足注意，但伊做唔对，哦，甚至呢，伊临边主笔，那亲像行伫哦烟头的边，哦。那亲像家己咧薄冰的顶面，来面临的，面临。哦，伊讲日进日落，无地变无消息。我今仔日伫写，伫前面去看一下。哦，啊咧，我咪不再强调。哦，所以咱要了解。啊，一万三线地心，五德圆化。我是用这三物件，用这三来做伊身躯的修持，用这个道来破坏世间。处乃随事哦，生产，这都是为着什么？随着什么代志？啊，为着伊哦，注意什么代志？啊，袂使的慢慢胡做。三毛五分，所以反省彻底的功夫，这就是精进反省彻底的功夫。一灵性，一即灵心，一有所修炼，咱也大家会当欣赏，大家会当欣赏，也看大家讲，一是心，二是心，又是心。所以通啊，通知反面话，我是心是心，又是心，就是哦，通我们写伫这思想里边咧，边写的掉的，就是白掉的啦。哦，我是心是心，又是心，就是。我们两个思想过时阵，伊就讲我把写这个心不重要。爱呀，心外心的，我是心，是心，又是心，作心。所以，咱来了解，咱就来，家己想办法来彻底咱这个心。会做唔到，但是咱这个心，哦，有些做不是这么滴滴，咱就想到后悔了，也讲。性心心三家一贯，性做咱的主人，啊，心心达做咱的奴隶，所以性为一心之主，啊，心心当为天主，哦，安尼咱世人都去强调，都去尊重，啊，会使好注意。所以，啊，精进呢，会当安尼做，一即用心，只有所实力，安尼来当进步。就是精进，需要先得个啥物件？哦，用心为立身之本，啊，天性舒坦，又是求学我德的本钱。天性舒坦，老师教了怎么个？咱个前人教咱怎做，咱个点人师教咱怎做，哦，咱个前人、后前人教咱怎做，是诶，是要互咱学到，哦，求学，咱毋着做即个不自方。出来修得书，所用努力好发起，这样子。如果咱修得书，应该努力。Yeah.
时阵，啊，洪圣灵教咱怎样？教不是教咱要领导咱本身，甚至要领导咱个是嘛？哦，咱真正在修，爱养家己，爱发挥出去，肉体才会大。你讲主啊，道千千之国，敬事于心，质量于爱情，疏远于事，啊，放助爱人家。哦，咱变做伊大人，哦，按照大人希望等于，啊，所以圣人，你不是干咱个人个人尔，干咱作些方法，啊，所以咱一定要去了解，啊。这种是辅助是占，是辅助单位，地理社会的规划者，一些国家社会的规划者，后主体人格甲危险的思想，啊，以爱人为中心，控制的人格啊，控制的人格甲危险的思想，以爱人为中心。也是嘛，咱是爱人嘛，咱也是爱人是，爱足侪众生，大家同心悲哀，啊，拢会等，拢会等，因为咱大家知影，哦，民主系咁讲，天之生人呀，必须先甲教化，先低甲福利，上天的先老百姓。咱一定要先更换人，哎，父母不会干嘛人才，先知影人，父母不会知影人才，啊，唔使来讲，用这个身体心，得这感情就好，足困难嘞，咱无法弄做，上面无人发，咱一定要读身体心，我较早，有迄个。二三十年前，二三十，一阵在考的时阵，咱无大多出考的时阵，李经理啊，李经理是啥？两大托拉夫，两大，诶，迄个经，诶，再两大，再去，好唔用，哦，你足侪所在都出考，迄时阵安怎？红军会不是个，强制读心理学。那个时阵的宣传变哪样？那个宣传拢三只卡通公，啊，今年红花，啊，大王啊，继续一次。到这时阵会当办，啊，不办。所以我也赞成，就是到咱开始，到咱开始办，是好，高扬，苏明东先生。苏明东，苏明东，迄个伊做民事庭的庭长，爱达写公文，对着财政部去申请。迄阵胡炳宏做财政部长，要去申请。哦，因老母甲讲，因老母阵做这文书嘛，因老母甲讲，伊安尼做，有啥物？伊讲妈妈，你们搞好呢。我无头脑吃，不要紧，倒会当袂办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就尽量去甲定情，定情加人啊，伊就本来是台湾人做厅长，叫台湾人的厅长，啊，调出去，调出去换人，调出去换人，唔是换人民台湾人，会好，迄个好，迄个使我看来唔是。上帝甲骗对个个东西，啊！阿姨讲，伊讲我嘛无问题嘛，有要问题嘛？我要过头人家，无问题。所以伊就尽量不继续甲写，继续甲做，做到尾啊，就是无准，唔得。伊讲调转来过了，完全做对了，阿叔来了解。上天绝对袂辜负咱。只要咱的心真正有道，啊，
渐渐同工来做事。所以一定要了解，未使未使无了解哦。所以孔子的人格思想哦，人格甲以前的思想为爱以爱民为中心哦，可说是以民为本。了解之外，这首歌学歌会使讲，咱小我医生都会使。感恩医生咱家己为整体造福爱护人，哦，如本章哦，特指几项的原则，拢是为民设想，哦，一心对这个建树之后有心，哦。敬事于心，要敬事一定要有心，袂使无心。哦，是因为不敬事，即条良心实在无解。你若无对待事，哦，无敬，你会早时发病，会无时了解。哦，无以处心治民，安尼你就会当对万民处这个心，哦。以爱心为啊信仰为啊做质量之下，因为不质量即各样不强不强。因为你若无质量，那么政府各样都无去。即种你看，即卖即俩做。薪水的改革，啊，蔡英文都弄的，就是薪水的改革，啊，做了做别人名啊，啊，无改革，啊，你我看就是，都无钱能领，啊，所以呢，你干嘛是干嘛医生，啊，啊，改革的，啊，你未调，你搞要紧啊，啊，所以你要爱民，爱心。啊，这质量是后壁，因为不质量，这质量不足，哦，必定环境不变，质量不足，所以这个叫单，单单会是很多，哦，将无爱心之民，安尼就无爱心之民。古代以农业是农业的产物，农业的时阵的这个时间呢，最受规矩者。这是儒家四言天一个重点，咱也较侪人唔知。较早啊，咧游乐场，啊，大火车啊，咧游乐场。哦，较早个狗仔做狗仔做咯，拢去游乐场去做，啊，拢用大火车啊，啊，较危险个时阵，哦，来游乐场。这游乐不领钱。啊，每咱草地人都希望，像草地人安怎样子？哦，我到草地，到三十万，我来去过，我变成，啊，所以咱就要，不但爱爱民，不但你是讲爱国，但是你爱对万民想者，这个人就来赞，对吧？也就是这下，从这个定义性。黄乃桥，二千年，刘武业真好啦！哦，即集更加了解文学甲学问无相像，知识甲智慧无相像。你的体验，你的体验，你的智慧还你的智慧，所以要修行一定要有智慧，要唔是捌足济，到我都修行。贪财要做上重要。要做什么？从信仰来讲，业主就最好。那你今晚好多啦，做出来，好多啦，做出来，啊，是咱七月人，他个人的完成，你使无好多，就最好。出这个，出国爱做的，铁哥不是讲，做火海的人。爱尊敬咱的长相，哦，
做黄老人汉城变来分享，做小弟人一定要讲给咱们听，最大好处，最大好处，竞争性哦，出国做工作做代志，爱坚持，而且爱有信仰，还爱讲，爱讲好，会爱好忠诚。公婆爱我的妻子，哦，人讲这个会使多，那个会使多，大家都会使多，来求多，大家听到，你像大家讲，我刚刚讲拿钱就这样子，哦，就有人家人好，有你比人强，你就过不了家，真正真相，这就是良心。不会说上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听得了。一千人，搁一千人就真得啦。零五年这一行，这看可能不做出来，有时间再看者，来读者，一看点点，看你是要做文人吧，或者呢，你是要做什么行的噻？哦，这看可以先做，好啊。起来就是好，我啊，这个就是困难，就是啥嘛？你话你讲，哦，伊发出这些，这个人可能好运足够，我就是，一个是困难足够，一个不是好运足够。所以你控制你的新目标，好运就是多点，困难。哦，都是一些不相信。儒家也不相信说啥，好问，都是这样，偏点，当然正点。文学就是有人捌作者，哦哦，咱是一个文学家，是不是？不要搞糊涂，哦，不能来搞糊涂。来讲一种的宗旨，孔子教人以修，哦，以修养，修养咱的德行为本。孔子教人以修养咱的德行为本。得吃本粮，大家安尼讲，得吃本粮，才吃本粮。哦，咱袂使，哦，为本对外，安尼就证明是自觉。咱外袂使讲本，啊内容，心肝内拢干呐想在内外，安尼呢，社会就欺负咱出来。国家就袂太偏，咱个人的坚持就发展不出。爱内本，内不是有德性，哦，啊外在得摆点地子上，哦，吃饭命啦，吃饭不能吃到这么硬啦，哦，人讲你做土壤，我讲我做不了。你讲你他承受得起吗？春节啥的，我不能吃，我感觉臭呀。所以，咱嘛低脚的富贵，哦，低脚的生活，你若不低脚，你不是得做啥？哦，人家买大企业家，不好要无，不好要。啊，大企业家不好要，你买一个大企业家好要。你只做这，不过你内心就贪欲啊！内心贪，不是中国在争钱，不是中国在争钱，内心就贪欲。啊，无因拢出拢是几百，都是几十亿的，拢是几百亿的。很奇怪，你点解要贪？啊，咱无存工资无？无啊！哦，咱若出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咱就可以干，我就吃不了啊！我就吃不了。人讲，啊你拢放无烟啊，啊你要想，
你一箍个年纪人拢偌济，我分无，我拢无看有囡仔年纪，啊，我无你个啦，我毋捌着囡仔较细啦，一箍个着四五万箍够食，我食袂了啦，我老我食袂了，我搁锁心，啊无然啊无感觉行手工嘛，无然毋捌感觉行去天边起嘛，毋捌去看着个，所以我食袂了，四五万箍我够食，哦。所以咱是嘛，安尼咱有做工作，知足就上路啊，知足不是不知足，那就是比较，啊，咱就听下了解。就那个小学生，你若要趁这真正从这跌甲债甲分落去，啊，看了彻底，你学会，你也了解。当你这个培养来上是你的。你是靠别人来上起的，无上起的，哦，人讲，哦，钱银行，但人在对，人在对，我不敢那边听懂个话语，所以人家讲，哦，人家讲，哦，人在天堂嘛，对，对。我你们开始，哦，我你们存在天堂，你去天堂是很简单嘞，哦，今日你若唔透过得道，透过求道、学道，啊来行道，真的不容易嘞。你若真正顶晚上讲话到天堂，所以咱是下，所以真正有样代志，钱、啊德，你就讲唔到，地位。甲分下，合分甲分下，变下分分。哦，难教我教，啊，等于难教我。所以这孔子呢，是叫咱讲以德行为本，由此立行达为处，立行达为处。哦，如果朋友有念这个学问嘛，伊就爱看起来就是那个看书式，我真正爱看一款。昨天的去了解，我不了解的所在，我就去买，搁买出来，我去买来看。哦，那呢，社会有这些人做些啊，爱写写出来，做做袂出来。哪里有啊？写出来嘛，做袂出来。爱写来，让人看，阿咱来做，咱来做。哦，教你个实力，空门技法最。最讲究做人的道理，我们哈想讲究这个做人的道理，啊，将孔子甲伊弟子的这个言论，处处可以看出，以德行为本，立行达为处，的这个基本基础。从孔子甲伊弟子呢，的这个言论呢，处处会当看出。以德行为本，啊，对理性达为主，而且独善其身所在。啊，这段话优美，啊，真正。这段话更加明显。你们来讲，我来讲，较详细。你若唔听了，我都话。哦，你那个话嘛，弟子就最好，出这个定理性、宽爱强、怡亲仁。朋友有力，啊，啊去学问嘛，啊头前这就是学问，啊，这个学问就是本啊，哦，头前这就是德行，后边这就是理性，有些啥了，咱看变化相生，冇可能有足侪江苏武汉讲啊这相生，哦，啊我这来跟你讲，慢慢来讲。我未晓讲，慢慢来讲，啊，恁想即个听，啊，等于呾慢慢来甲想，圣人老了，老经典偌要抄个，毋是要咱读圣经个呢？圣人老经典偌是要度众生、度众生个呢？哦，毋知你是我有讲过啊？哦，孔子带子路出去佚佗，啊，去到迄山顶个所在，哦。看到啥？看到
要吃，我就要吃。哦，我第一吃，我研究讲的。我就要吃啊，以前就讲。所以，伊就是因人就性质，因那个等级的这个，互咱，互咱真正等。伊讲三良处第一，实在实在，哦，诸罗共起，三良一种，哦，伊去到个山顶面，看到几一撮地仙啊，地仙，啊，看到因去，啊，就飞起来，啊，飞起来空中是两天啊，啊，就游过来。各玩家里边肯定的，所以空中看到的景，那个足够。哦，山羊出地，实在实在。切记记，不过咱是一个比较上爱人，所以伊看到了，飞过了，不停转，不停转，实在实在，实实。哦，诸罗共聚。三有一作，诸罗天老师安尼讲，哦，太厉害，讲恁真正厉害，哦，啊，所以恁自己背三声，吼三声就登去，背起来。所以诸罗第一看到迄个景，啊，吼三声，迄个自己吼，第三声就走，所以这两个有意思。哦，来了解。三级大概破刀，那没有人能听啊。三级大概破刀，没人。所以，考察先会重大，重大不会丢掉。所以，空性里面处处到建立一个真正来看，就贴切贴切一样的机会。所以，住在川上湾，起家就舒服，不想听。川中建筑。去迄个高啊顶，伊拢会朝迄个地出去，去行啊看下景，看到迄个水安继续在流，然后住在川上啊，起家是舒服无限，到底到川上啊，迄水安继续在流，继续在流，伊要心到心窝里啦，心天心就是安尼过哦，啊，无天分的哦，你唔是讲你咧困，你咧天分。啊，时间过得快哦，照常在做。你若八五十岁就是五十岁，七十岁就是七十岁。你嘛做迄个上帝孩子，你唔通看过三国志无？孔明背受兵家兵，徛伫个上帝讲，你拢若话晒哦，讲我今仔日虽然为着国家。来做工作，但是我烧死这一人，伊上方国家烧死这一人，伊肯定决定我嘛，我一定接我的事，怎么子？这一批人，伊本来六十八岁，为什么五十六岁死？这种是属实的事，公务虽有功无下职，必然一死。我虽对国家有贡献，不过。我消失这么多人，但我无认证是我，就甲良知过呀。但我也无认证通谈话，是我就甲良过去啊。哦，所以很希望咱一定要，哦，咱一定要。唔是讲咱做党拢对，你若做过小党个做，所以一只一片，啊。人生嘛，这世间无啥货啦，无啥货，特别个流亡啦。哦，先生足够的，足聪明，足智慧，太太足水的，足温暖的，足温柔的，无啦，这种时间难靠，走。啊，富富嘞，有登记无？有登记，有登记啦。哦，你看看看，七千来个。生不起，在叫妈的娘，在讲这代志，一站，讲得有够好个啦，
本王九十九岁囝，真算算起个贵人之对。哦，啊，你唔免别讲安怎样。哦，红砖楼上不修，你招你个，我招他。你唔修，你招你个，我招。哦，恁这老爷七千，甲看生不起这款个头家，马大娘个寿命一大。足心塞个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才得过安尼啊！哦，啊，这什么人讲？贵州义工七中八赛，啊是对个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无寿命，而且你行你个路，我行我个，红砖路上不相忘啊！哦，唔通别乱地讲，好存在着足岁月做问题个，唔通别乱地讲，我头家做趁钱。趁钱吃三顿尔啦，一寄伫银行，迄种寄伫银行啊，就是我讲得两顿啦。哦，那老李，即个贵人牌，三百五十几个啦，阿兄，我来再阿兄，即个贵人牌三百五十几个啦。哦，你别闹你个，你别是，是你车，你不当老子啦，三百五十几个。还是钱好啦，还是钱好啦。真的哦，是的，不是我平日在路上在讲，真正讲这话难听哦。实在在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，所以这阵呢，孔子家的弟子的言论，处处可以看出，以德行为本，以地行当为次的气势。哦，这段话更加明显，更加明显，可见孔子。敦敦教义，无非以言言及实践为人生的基调。孔子家的弟子，我来讲，无非是以言言的实践。所以，当人不懂得各地言的概念来，一言，啊，真的吗？恭维。差不多讲到这个，就是讲，心灵其实就是实实在在做啦。阿恁呢，你要吃饭就讲的，阿恁阿公老婆老老三，他不能做，他怕你烦。哎，我老爹讲，我讲，那到底是你讲才这个作善作善，人家讲话善就话善啊，那我讲真正讲真。别离婚了，就啥话呢？单老做鸡，或者单老相拼，好啊啦！跟恁讲做鸡，爱讲相拼咯。你用连百步房拢唔走来，对嘛？讲只白吃无嘞，真正讲话少就是话少。啊，所以我老爹，伊唔系嘛？啊，可能我才能讲，他过来谈，他谈唔开。所以来听我的，等我慢慢慢慢你。你去吃一碗面无？哦，吃一碗面三块钱，耶，三块钱内边迄几落，几落大面诶，三块钱内边两斤啊呢，啊两斤呐，我内边人拢好吃。所以就讲，他过来谈，他办不开。伊讲我唔办，啊我袂晓讲足济物件，啊出边爱注意，唔是咱诶物件出边蛮贵，我。顶下巴钱，下巴钱，啊！你若用头前物件讲起，伊就去用关家头门生杀你。哦，阮老爸就是安尼，所以阮老爸在要对抗佮的时阵，伊讲我做人唔做老板，我要死也要死，到底安尼拖？我讲就是，我讲就是，我讲就是，你若要做老头，你阿看，你生五后生。两个查某囝，你个囝婿大家嘛拢从足好个，足乖，啊你后生大个嘛拢足乖，唔捌一变个，传着你讲啊，食饭啊，你靠近来办公室啊，唔然个，别装个，啊你看你个孙，你个孙大拢大汉，甚至后高一个大汉，啊你看你个孙两个医生，我后生。出门旅行，出去浪闯，那里啦，
啊，你这孙子打个马上走快，甚至这孙子让我教我，啊，说你个话，你都没办法，那你们干嘛过年过这种节？我一出来就，俺爹妈给他吃的，我太太看见，你讲不没人，所以，你从所以我请不让爹干活，阿文不好，那就你妈，这是你家爹来，你改过也不会。你讲不我话，不要讲这，我都不要讲这，那你这个是晚上到了几点啊？所以还是几点？我就是想单说，哦，所以妈咪要讲啥问题啊？要讲你那天偷偷说你那天好慢点不咯？讲一条，就讲你还关个头，其实你我对面对眼不识的哎呀，所以还是几点？过来就得了。健康还重要，所以每项都重要。所以呢，维持人民的实践为人生第一要务。公平不见到的话，公平。但呢，去年情之后，大家晓得，公平见到的话，正直重要，事业正直较重要。修业业之术，正直容易修业，正直较重要。哦，做事业也是老表，做事业也是老表。孔子真是一位哦，倡导人格教育最伟大的先师。孔子是真正一位哦，真正一位倡导咱人格教育。最伟大的先师，哦，本章以孝悌为本，以学问为源，对孝悌讲大事，对学问讲大事，哦，因为孝悌是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培养的基本德行。孟子《群星讲》里面安尼讲：“孝悌之道，无不爱。”无不爱其亲，哦，无不敌爱其亲呀，哦，民族概念观，做囡仔时代，一个家庭，无一个无爱其亲，习惯做阿母话啦，作听啦，哦，民族这个时代，哦，妈妈会安怎样？哦，妈妈伊搞怕啦，做大个啦，这比较呢，啊。特别重要，无不敌敬天敬地的，他大汉都要承接别人的道理，这真正的事，啊、哦，所以咱们了解这，啊、哦，可见伊是当人之本性，人之本性中自然可取的品格，所以这好道理，本来人人本性中自然具备的倾向。这好点不能不行，啊、哦，我也不行，那么这是什么感觉？我其他还真不能记了，那个大汉呢，其他一点，啊一点，看在那个梅班的嘛，啊他们俩也安不稳，啊变成的，一谈，啊这么呢，已经还长久，啊还要不要等？并且经济状况持续，最终结。啊，会还要解决嘛？啊，就是两千万，你再给他，你等来啊！啊，无讲，你怎么等来咯？你千万要快，花钱三千啊，才能啊，再等到成交。啊，以后回家老了，我就掏钱来打工。啊，是啊，刚刚说，你要买一个钱，你要自己买一个钱。哦，你要都要带钱进来，他们。那你今晚的节目是要搞一下，那我搞亲密的吧，哦，所以人家要看，为啥不要看啊？所以进行中，来跟大家讲嘛，哦，可见的是人之本性，用自然规律的这个平衡，有处是心之做到言语及言行和信心。有错呢？你想讲，
做到言语的言行甲性情，不言到食，做到爱护众人甲亲近人家。不言的到食，咱也做到爱护兄弟姊妹甲亲近人家。最后加以鼓励来好，最后再讲有时间大家来谈些欢迎的。先进第十一章，有技术控制十二技术，数科的战术，在本章内面呢，甲本章内面拢做配合。先进一章呢，一德行，就叫本章的后代。先进一章德行，把当当年民族天骄比喻用用。第二则当年物。财务出口，第三讲证书，哦，讲交易交易哦，第四讲文化，哦，讲主义讲主义，这里先进第十一章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哦，所以呢，哦，以前成功也是百里行高阶，哦，变百里行高阶。就是讲积极好，出积极，不是积极。第二讲言语，大家用敬意心来做，敬意心方便，也是言语。有技术，讲证书，哦，爱讲亲情这代志。最后啊，大讲文学，哦，那个讲文学，即或者主要关注啦。朋友有缘就好，也是以德行为本，文化为本，由此逐渐孔文一贯的教育，全在兴德精神所在。弟兄们，咱修炼阿哥，嘛是以德行为本，不是讲这个人捌做善事，伊就做作善，不见得。你们讲迄种唔捌字，伊也认真做，想点点，哦，唔捌字，你记住，没做，啊，没做还怎样？唔做捌做嘅就无来，哦，那了解，过来第七章，做下吧，因缘一切，属恶人的业，属观念的一心，无病高人的优势，需要比较。我并不是爱，即阵老师来讲，哦，我们做人因缘得失，看到高人，咱来改变咱的态度；对高人的尊敬，对前人的尊敬，咱来改变咱的态度，改变咱的态度，得失，最失该做态度。哦，第二就是先进点，第二是懂。是改造，哦，改变。第三，识就是咱态度，一年一识，十五年的毅力，从自然的时代啦，就是咱的力量，就是咱的力量。咱做话者，就有话。哦，第三是咱会做，唔做。哦，第三人会做，唔做。一定要做，也是咱在做工作。哦，属官人的底薪，官是讲得较皇帝，而且呢得较安怎？咱的中上，咱的前辈，咱的前人，都会当讲官。属官人的底薪，咱的典范书也是咱的官。哦，咱老爸也是咱的官，咱的阿兄也是咱的官。哦。一定要得其心，尽咱的力量。啊，不平高人是优先，叫咱年轻人姊妹做伙，叫小的人来做伙，讲话爱有信用，袂使有信用。虽然底下，虽然这个人拢唔捌字，主啊，我必有其他人，我把我们这人来做。主啊，是空无主。十天内面也是文学，文学当主语甲主下，主下呢？孔子归孔子了，
你去伫一个所在，哦，去一个所在讲下，迄个时阵受伊影响啦，就蛮济。所以才讲气压传播起来，啊，蛮厉害。所以一种个宗旨，所以主下论谈论理道德是违法个根本。主下就是讲论理道德是违法个根本。咱今日为何要了解啥？要了解伦理道德。咱今日来这个班，大家听咧讲这个伦理是要创个，互咱一旦了解。做人是伦理甲道德甲对，啊，伦理甲道德是咱的根本，是正了啊。做人的道理就是为下就对了。咱出后面那讲，咱今日大家见见，大家了解。咱出后面那讲，这大是咱做人的点来，啊。不是讲要来这听信息的，这不信息，啊，要信息的话题是，要信息的话题是啥信息？啊，来是安尼，是要互咱了解讲咱这段路来到遮来，拢差不多行一半下去，咱剩一半要安怎做？只剩一半路，变哪做下去？后日。变较少，人讲你带啥物转来？你若讲我拢无带啥，伊啊讲啥拢我带来，一摆伫我后壁啥拢我带，安尼你头好去，啊？你有看？哦，身体反而心智不稳，不够悲伤才好自私啊！入心现多用能力才好势。一眼捉中，一眼捉中，他好奇中的，爱得心灵的永远一好事，他好奇中的，控制在跟你的眼光，哦，你反正讲，这不是，就所有这不是，一言不清的，我反正讲，我哪是了，不然搞来笑的。我的名未留，哦，那是控制伫同意内面讲话，咱阿爹阿妈，哦，反正讲咱阿爹名未留。哎，今仔日有到这个修到，咱嘛是安心。我阿爹阿妈讲话，我阿华为阿笑两多，哦，所以慢慢啊，咱就来了解，因为讲咱的心情。到底是啥物较重要？真有感觉啦，超越来了，你才感觉，好。所以，这个圣人，心得者圣人之心命，国学之篇，之国之所言，大抵用是古，啊，学之篇内面的，从用这实际。用这实际，人生变哪做，这个答案。哦，那本篇呢？哦，本篇答的关键物件。哦，本好，正论，咱一定爱。从咱的本，这个教教，从咱的论上。安怎做？安怎做？咱人一些食入自食之前，咱入自，啊，入自要正当。孔先生以为上第二种，以为正第二种来讲，求得古德，有仁有德，奉作入自，求得古德。一粒子就是一道理，伊要用啥来坚固？哎，对，求得固定。啊，要用啥来做一粒？这个的有形，用个钱来做。
有缘爱他，他表你要别说，你到你，你到还要讲，我看你起码你要干，做这个，好。所以人之之性，主好啊，心表有心，我罗之三点，三点，叫做正知圆点，但会当知和正。也当明白讲德的重要，结真大论，这个大论，大论上一定想办法做到。虽然以后自己有学之学，虽然你拢无捌啥话，不过呢，上天就讲你捌足济，自然你就拢有学之学，何必苦苦论辩，只为学义，何必了？苦苦文凭，而且好文凭，所以那要改。